我只看过做熟的，第一次看这种原材料原来长这样啊。刚才咱们吃那个心管啊，炖莲子，然后还有这个大油边，油边不是整条也叫油边啊？对，整条啊，我以为一块一块叫油边的，原来整条也叫油边。那叫切开的油边，切开油边是吧？那个油边跟咱们看的油边不一样，人家好像说烤的是整条的，是吧？对对。啊，那咱们就今天制作一下呗，咱们帮忙串串串呗，我也体验一下。对呀、啊，看看那油边，平时我说实话，看那油边，人都说油边是护心肉，是不？跟护心肉也有区别。有区别。对，护心肉是心脏边的肉，这个是在那个猪肋条。猪肋条。猪肋条里边那块，然后筋膜包着一条瘦肉。筋膜哪块？给我抠一抠呢？抠一抠。在这里边，这里边一条，就是这里边还有瘦肉，不是，啥玩意儿？这个就是心管啊？对，这个心管。心管是哪知道吗？这哪一条啊？心脏的主动脉吗？哦，我就看看这玩意儿搁哪搭的桥啥的。哎，但我那我看菜里边的没有这么大呀，这烤完之后就变小了是吧？对对，但是做鱼的时候给它剪成一块一段一段的。这个咱穿一下呗。穿呗，咱就可以烤了。可以，哎，来，是不是穿多少就能烤多少就能吃多少？来，我们试试，你教教我们俩啊。挺麻溜啊，对不对？哎呦，老有成就感了。哎呀，我穿的还挺有样的，像模像样的。哎，吸管剪的也不错啊。对，咱一会儿是不是就开始要上人了？到晚上。对。天天的服务员人手够不？嗯，每天忙的时候都不够，是吧？那咱俩来干啥来了？对呀。忙的。这也不白忙啊。啊。记得好。行。该生火了是不？啊。那谁帮忙？帮完忙之后，吃吃右边，吃吃心管，吃那个叫啥来着？金钱谷，对，金钱谷，我的谷。拿两个起子，这样什么？这是哪儿的？这是后院的，也是211。来，把起子给我，你再给我一个，够了。他说要俩。来，你们的油边来了。阿姨，谢谢。好，看看肉啊，宝贝爱吃啊。那就多吃点啊！哎，咱还有什么菜没上齐的吗？还有一个嘎巴锅和那个拔丝鸡蛋，给咱说一下呗。嘎巴锅，拔丝鸡蛋啊。行，我去给你问问去。那你咋来吃的？我们来帮着干活呢。那活干完了，不就可以吃了吗？夜幕降临后，烧烤的香气弥漫升腾在三里桥的周围，抚平了忠实粉丝一天的疲惫，满足了慕名而来烧烤爱好者的好奇和探究。他们共同为海城画上了生动独特的烧烤符号。